泽拉斯开始你们家扣着我了吗？我也不知道扣没扣着啊，无所谓了，爱扣着不扣着。卡萨丁，我们前期需要发育一下啊，吃个药，好疼啊！哎呀呀呀呀，好疼啊！这是要杀我呀！这一瞅，吃个药吧。这卡萨丁真是面皮子呀。这波走位没走好啊，有瑕疵，真菜呀，蓝林汉子，这波的走位居然能走吃，我就应该一直往右边扭，我都不应该往回扭。扭的方向不对，死吧！卡萨丁前期还不让人死了吗？真是的，卡个眼儿。96秒的眼儿。要啥呢，我的小弟弟，你说你尿你不高远点尿，你尿那么近，你是那不都尿地上了吗？
特普给个蓝 buff 啊，还好这是个佛爷哥啊，他不需要蓝，挺好。来下路干一波，谢谢三 Q 阿里嘎多科萨尼玛斯。看样子这下路还得干一波，我们可以再来一波。拉倒吧，我去中路跟着泽拉斯玩一会儿。打吧，算了，下边再说。我擦皮，那我是出泳装呢还是出蓝莲和苦楚？收割已经出不了了，嗯，那收割者已经出不了了。正义将会得到伸张，因为收割我们已经出了仪式的章节了，仪式的章节只能出这仨，你要出收割你就得出发电机。你俩想干啥呀？踢不着吗？那能让你踢着吗？刚才一定要跟着蛤子保持距离，否则他就给我们踢飞了，知道吗？不要说一股脑往上冲。皮全没了，我们无敌了。一没击出来，靠！哎呀！爬着来了，挺白人呢，泳装了，泳装吧，泳装就泳装吧。还好对面的那个医学塔给拆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杀吧，他有闪，
我用双手去发奶。瞅啥呢？瞅，踹我还，给你狠！还瞅上了，还在那还跟着蹲我，还要踢我一脚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谢谢如意至尊宝的飞机，真是很坏了。十一级了，我们无敌了。看一下也不行，那能行吗？那就不能瞅，假装走了。挡一手，要学会忍耐，知道吗？正义将会得到伸张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那武器大师拆塔，为啥没人管呢？美杜西跟辅助在干嘛呀？那算了，俺俩直接上高地得了。既然他们不管，小龙。老蛤蟆的伤害有点高啊！哎呀，这虚区有点高啊！美甲窃魂卷，其实我第一波我确实是打不过他，你知道吧？他踹到那我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打不过他，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往他脸上走呢？因为这个蛤蟆被我秒过，他肯定害怕，你看着没？他一开始是跑的。我们说不能说是就是别人追我们跑，那不变成他厉害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不变成他觉得能打得过我，那他就得一直追我。有的时候你得装一下，你刚才确实是打不过，一瞅那血量就打不过，那也没办法，他踹着我，不是因为我走不掉了啊，对，因为我走不掉了。我确实是走不掉了，能不能 A 他一下呢？对，这对面高地没了也不省啊。马上就到，版本答案是啥呀？版本答案它的名字叫做兰陵汉。传一手，
马德拉斯杀了，再把塞纳杀了，泳装一下踩，可以杀的狗熊，够他。抽一下，一下，吹不了抽。何来门有盾弓？不过我们没蓝了，算了吧。我差个巫妖，哎呀，十六层美甲窃魂卷，哎，又要踹我，再见。潇洒，突出一个潇洒。24层美甲窃魂卷，我现在450的移速，在这挡一手啊，扫一下 Q 踩滑板溜 E 平 K 再踩走位，来等他把 E 放了。为什么不放 E？ 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？哎，这个为啥没死啊？在他闪的一瞬间，我的 Q 放出来了呀！账了，好吧，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呀、啊？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再来个大棒子，打了一波团战，出了一件装备，相当于上一波团战的法强，没变，白玩了。去对面蓝 buff， 别的可以没有，蓝一定得有。卡萨丁，扫一下。德莱文有盾弓吗？不知道。有没有盾弓不清楚，踩 W 的注意，泳装再踩，哎，这怎么能踹着我呢？哎呀，我美甲窃魂卷呀，我的美甲窃魂卷，我真是认输了。其实我失误了，我一开始 R 出去的时候是一层的 R， 伤害不够，我们没攒四层。狗熊已经就是已经疯了，狗熊
游戏结束了。